我是树小博，树博不落幕，树博2020亮点不停步。围绕打造国际性盛会、世界级平台目标，树博会执委会创新办会思路和模式，将于5月26日至9月30日期间开展永不落幕的树博会2020全球传播行动系列活动。5月26日，2020树博传播平台在人民网、新华网等10余家主流媒体、重点商业网站同步上线。宣传报道近年来大数据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，平台以我们的树博会、树博思想库、树博不落幕、树谷在线为主线，在各媒体平台设置相应板块，并推出一会议、一发布、系列推介活动等重要活动。围绕树博会的奋斗史、国内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和大数据行业的走势，开展宣传及系列活动。树博2020，贵阳精彩不停。